哦，你说你不知道我是忙活什么呢？嗨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有人说我是专打那些鸡毛蒜皮的小官司，是没劲又没味，还说我是别别扭扭，假模假式，见钱枉过醉，到头来要车没车，要房没房，两手空空，一辈子去忙，没人知道我是谁。无所谓，这些都真的无所谓，我的日子过得还挺美。我就见不得和那些大爷大妈，街坊四邻遇到了难事，哭天抹泪找上门来，我怎能该帮的不帮，该管的不管，人心往外推。我是更见不得坏人横行逍遥法外，花言巧语还要把人拉下水。我脱上几层皮，我撕上几回，我握着的铁正是法网恢恢，管教的插翅难飞。无所谓呀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你知道我是谁？无所谓呀，无所谓，我的日子过得还挺美。无所谓呀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你知道我是谁？无所谓呀，无所谓，我的日子过得还挺美。于小姐，说实话啊，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回事儿，你也给我们来点实诚吧，啊？也别总是那月亮代表你的心呢。我就不相信你们这么缺钱。这不是缺不缺钱的问题，就是这是该我们的，我们就要。于小姐啊，你还别激我啊，我人啊不怕寒碜，真的，我真快没钱了，眼看啊就揭不开锅了。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，一点都不解决也说不过去。不过，今天不行。你不会骗我们说这会计不在吧？啊，我刚才可看见他了。会计是在，可是老林出差了。哎，这事不是早就定了吗？还有老林在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事儿没法说了。咱们走。不过我可告诉你，咱们可能会接一些小案子来补贴一下生活费。这是我刚从财务部借的3万块钱，你们先拿去用吧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3万块钱要的啊，就跟开了回庭似的。我觉得不太对。什么不对啊？余春芳好像就胜诉，一点自信都没有，会不会真的有问题啊？啊，不会吧？哎呀，你甭管他输赢了。反正啊，他得给咱们钱，你先上车吧，啊！哎，到了吗？到了，你在哪儿？我离你很远，我可能得晚半个小时以后才到呢吧。哎呦，你烦不烦人呢？我都在这儿等你这么久了。哎呀，堵车。怎么会堵车呢？你回头看。神经病啊，到了还打电话。哎，这万一他再请我吃了顿饭。换个地方谈吧。五万将。走吧。
那天你给我打电话了？我这两天手机不太好用，没打通。我可跟你说啊，周婉仪可是你的对方当事人，这昨天晚上的饭你也敢去吃？那有什么不敢吃的？他还送我一大套房子呢。为什么？他说是感谢我吧。如果不是我坚持抢救的话，我是不是现在已经成植物人了？他就为这个谢你？当然不是了。周婉仪做贼心虚，想堵我的嘴。什么堵嘴呀？人家那肯定是好心。宋鑫，别的我不管，周婉仪肯定有问题，我就是怕她把你也拖下水。周婉仪做错什么事情，她是要自己承担后果的，拖我下什么水？哎，宋鑫，一旦出了事儿，赶紧撤出来，千万别惦记那点律师费，钱什么都可以再挣。你呀，还是和以前一样。什么和以前一样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人呐，真的不能太自信。这个案子大局已定了，你就不为你自己担心吗？我打车走吧。哎，对了，问你啊，二条找到没有？我盯了两天了，那儿除了一刻章的民工，就一看店的小女孩，根本就没有别人来。我告诉你啊，小区的事法院下礼拜就得判。咱们如果找不着二条，没有证据，全军覆没。16个楼呢，那多少钱呢？你哪怕给我一套小的呀。就算找到二条，他也不一定给咱们作证。哎，要是他真的不给咱们作证怎么办？打110报案。关键的是啊，能不能找着二条？那抓来抓去的就一客商的民工。现在啊，就看今天下午的了。上次刻那章今天下午3点取，我在前面去取章，杨一飞你在后边跟着。嗯，成败就在此一举了。3点半，你现在哪儿呢？我已经到了。别想让你在家待着嘛，你赶紧回去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反正他们也不认识我。哎，这儿还有两个人围着转来转去，不知道是不是。我跟他们说什么呀？哎，有暗号没？小山，你可别瞎闹啊！你别动，我马上到。啊，师傅，咱们快点。好嘞，谢谢啊，小山。哎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没事吧？哎，我没事。哎，你看那两个人，老盯着我，特别吓人。不让你来，你非来，多危险啊！那人家就来看看嘛。想看啊？嗯，在那儿呢。300块钱，这张不是二条刻的吧？
这比二条磕的好。他们那天怎么说的呀？嗨，以前这边都是给二条拉活的，可是半年前就找不着他人了。张不要，那你不要怎么办啊？我这又不能白磕啊。这样，我先给你100块钱，你帮我找二条，找着以后再给你500。但是要找不着，这张我就不要了。那这张我得先拿走。是你拿走，你先记我电话号码。来，明天晚上之前必须给我回信，要没回信这张就不要了啊。行，白客啊。嗯。说。嗯。那这么着啊。这车不错吧？啊！那什么，哎，你去过澳门没有啊？就那赌场，我告诉你，哎，盖的帽，我跟你说。你去过？啊，我差点就去了。车怎么了？没有，说4点，这都快5点了。电话。喂。喂，张小辉。杨一飞，你在哪儿呢你？你到底是找不着你？我这车坏在路上了。你跟我说养兵千日，一到关键时候就找不着你。那手机也没电了。啊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我这等电话，修你那破车吧。杨一飞又不来了。那破车又坏。喂，我是，好，我马上去。可张的找着二条了，真的？哎，我也去啊！哎，我也去！哎，你等我，等我。等会儿吧。哪个人？车在那儿。走，上车，走。哎，那我呢？只能去一个。手机呢？啊，来，这我拿拿拿。哎，走，就我一人去啊？走，就能去一个。上车。只能没事没事。掉头了，咱们掉头啊，怎么？
天见了，这儿掉不了头。哎，我不管，对不上不给钱。哎，您开快点儿。你这怎么这样啊？把衣服拿一下。你干活八个人得伺候你啊。哎，我昨天晚上特别惊险，一个人打两个苍蝇，不是蚊子，是流氓。你还打流氓呢？我坐在出租车里啊，当着他们的面打110，他们都吓坏了。后来我再问他们叫什么名字，他们全都跑了。不是你吓着他们，那肯定是出租车司机把他们给吓着了。反正我不管，我当时坐车里啊，锁着门，这司机他给我，他想不管我都不行。什么不管你不行啊？万一那车门要是坏的呢？你停那儿跟人嘚瑟，人一把把你薅出去。哦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，下次不敢啊。注意点啊。哦，来背我。哎呀嘿，找这台阶不错，多结实。哎呦，哎，那二条呢？二条？嗯。二条死了。我拿点东西你看看。这贩毒被判死刑，二条真的死了？那我们不是输定了吗？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。阿林，你觉得还有谁知道这张的事儿？很难说。哎，这16座楼呢啊，这下周婉仪可发大发了。行了，咱们还没输呢。但是不是已经……哎，只要我们有1%的希望，就不能认输。坐坐。哎，老林，我问你。那合同上的字儿，是你签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这签字是不是真的？现在专家意见不一致，这关键就要看章了。那只有请刑警队再查一次了。你查也没用，这人都死了。这周婉仪那么精，你炸他，你炸得出来吗？要实在没有别的办法，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我正给老罗煲汤呢，我一会儿就过来啊。哎，我帮你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没关系，一起来。哎，那你随便坐坐吧。我还是帮你吧。真的不用了，一会儿把汤煲好了，我就给老罗送过去。康复中心那边的条件怎么样？条件还不错，就是前一阵林东元那事儿，让老罗心里挺烦的。看着我，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不像做这种事儿的人？来，吃点水果，摘的，很新鲜的。谢谢。跟你说呀，煲汤可有讲究了，我从来不让小保姆插手的，老罗就爱喝我做的汤，
是不是我做的，他一口就能尝出来。真羡慕你们。哎，我们年轻那会儿还好，人呢，没钱的时候活得更自然更朴实。他那会儿吧可精神了，人事业心也强，就是人老实。你看这回又差点让林东元给骗了。你和吴景国怎么样了？我们挺好的。该结婚就结婚，别把时间拖长了，最后吃亏的总是女孩子嘛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我这两天一直在看你们公司的账。挺乱的吧？还可以。只是有一点我没想到，你们好像除了几方面的借款，就没有其他的资产了。差不多吧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林东元借钱给你投资和他自己投资，这风险是一样的，他干嘛要把钱借给你呢？也许他觉得我比他更有能力吧。林东元这个人其实就是个国家行政干部，他不懂经营，他就是靠国有企业的特权拿项目，然后让我帮他做。那林东元的钱是从哪儿来的？银行贷款，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家老罗给他批的。这按法律规定，用国家贷款形式投资最后形成的利润仍然属于国有资产，这你是拿不走的。宋鑫，你想让我怎么办？在就要大获全胜的时候彻底认输吗？这我不知道。其实你大可不必心里不安。林东元的资金是国家贷款，而我的资金呢，是林东元违规拆借给我的资金。他违规了，但是没有违法，而我呢，一点过错都没有，你说对不对？你想的可真周到。可是我觉得，那这样吧，我们还是等法院的判决。如果法院说我不合法，那我没话说了。如果法院都觉得我这个没有问题，那别人说什么我们都不怕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陈小姐，哎，陈小姐，哎，回来了。哎，那房子怎么样了？还是有味儿啊！哎呦，那个这样啊，你再等两天，如果那房子再有味儿啊，你马上来找我啊！哎，有事儿啊，千万别跟我客气啊！谢谢你啊！哎哎，哟哟哟哟哟哟哟，这谁呀？这是？看的眼睛都不会拐弯了啊！哎，大爷，干什么去啊？去超市啊！哎，七号楼的那妞长得漂亮吗？漂亮不漂亮跟你也没关系啊！哎，你哎，跟你一起拍广告那女孩呢？还跟你爸着呢？哎呀，你说张文啊，就那样呗。我俩啊，早晚得掰。哎，得了吧，你讲不明白。17907883减掉688不不不不 ，OK， 这干死了！哎，小珍姐，看账呢！你别拍，热死了！坐坐坐坐。哎，昨天晚上大明又找我去了啊？怎么了？又把押拔错了？没有，大明那不是拆迁吗？买了老林他们那个期房，说那房子就跟一猴皮筋梁子似的。说的时候挺好，
到最后一量根本就不够数啊。工程上的事儿啊跟老林没关系，周婉仪他们父子说的，他根本就不懂。不过现在房地产开发商太坑人了，像老百姓一听说是房地产开发商都认为是骗子呢。还真是。丹哥，哎，您喝水。嗯，这是。哎，要不大明的事儿你就帮着管管。就我是想见义勇为来着，后来一看这些材料太专业了，最后只能请您跟张哥亲自出马了。我就知道你是这样。啊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咱们可是答应林东元的，说好了他的案子不结束之前其他什么事儿都不管的，说好的。对，你跟大明说一声，等这案子一忙完一有眉目了，我马上过去帮他弄不就完了。我跟你说张哥，大明这事儿跟林东元的事儿你不能分为两个案子，因为这小区是周婉仪盖的，他这小区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咱还正好能捣点乱不是。还捣不了什么乱，差几平米到时周婉仪退点钱也就没事了。这不光是退点钱的问题，这好多人家都反映这屋里有味儿，那我们那屋都有味儿，这弄不好还有别的事儿呢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嗯，让杨逸飞呢去调查一下，说不定对我们有用呢。这我一人哪行啊，这法律上是你的一个保驾护航不是。又是我呀，我不去。我们那儿啊还有两个女孩，你帮我过去参谋参谋，你别跟她说啊。还有这事儿呢。哈哈哈哈哈哈，可怕了吧。哟，回来了。别站着呀，来进来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就是许丹红小姐。啊，你好，一直听杨一飞说起你。是吗？这就是我们所著名青年女律师孟小山小姐。哦，咱们这楼不是一身毛病吗？我是请小山姐从法律上给咱们这楼号号脉，不行就告了一下。是吗？哎，咱们楼好多人正跟他们说这事儿呢，就在物业那儿。是吗？咱们看看去。行啊，走，走。哎，然后咱们一块儿去吧。嗯，哎，走。快点啊！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哦，体型不错呀。嗨，一般吧。就是有点溜肩了。这还溜肩呢？那肩多平啊！女朋友还挺呵护的。哎，她可不是我女朋友啊，她是我半个老师半个嫂子。哎，干嘛呢？啊，带路啊。来了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，那一直走，转弯就到了。大家静静啊。哎呀，你是这儿的住户吗？啊，怎么到处都有你的事儿啊？我是这儿的住户，这是我朋友，怎么了？是啊，不住这儿就不能帮着朋友问一下？你也不敢住这儿啊？你是学法律的，知道什么叫非法同居？哎，你过分了，你！你说什么呢？啊，你把话说清楚了。哎，你别急啊，我呢是跟你开玩笑，我又没直接说你们俩，就是啊。你这么说就不像话。对对对。我可告诉你，找你维修是给你机会，这楼要是真要有问题啊，退楼都算是轻的呢。对，不要这么好，小事儿了啊！大家不要急啊，不要急，我们呢负责全部解决，这还不行吗？什么时候啊？就是那得有期限啊。对呀，对呀，你有期限。刚才说了那么长时间了，你解决得了吗？就是就是。那这样哈。你们给我点时间，我保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这不行吗？哎，再给你一个星期，要再不解决啊，我们大家就退牢啊！对，你让他退牢。
董事长，不好了，小区那些居民要退楼啊。退什么楼啊？说那楼里有味儿，是质量上的问题，要在疫情期之内啊给他们答复。这点事儿你都办不好啊？他不是我办不好啊，他不是我办不好，是那楼啊他真有味儿。那帮居民呢、啊、也就够老实的了，我要在那儿买楼啊，我你怎么着？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啊，千万不能让他们退楼，那得多少钱？这不光是钱的事儿啊，和林东元的事儿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这不是添乱吗？你这么一说也是的啊，林东元的律师来了，弄不好啊他们真是别有用心。张小辉也来了？没来，来的是个女的，长得特别漂亮，她说话特别厉害。我看呢，他们的目标不是质量上的问题，而是帮着林东元那老小子，他做坏事儿。小兰，你过来一下。咱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怎么老说有味儿呢？那个设计师说可能是施工上的问题。好了，知道了，去吧。要真是施工上的问题啊，那就好了。活呢是刘长青干的，是林东元公司的工程队。不管怎么说，一定要把这一关挺过去。你去准备个对话会，我和业主们直接谈，一定不能让他们闹起来。这行吗？小区居民那边最需要的是稳住，先打垮林东元再说。董事长，你放心，我在，小区就在。有什么要说的，赶快说。过时不候啊，队长，跟他们说，好，来坐坐坐，来坐坐坐坐，您坐这儿。今天呢，咱们还是为了公章的事儿，请大家一起来呢，咱们对对情况。这个章呢，现在在谁手里？这得问周婉仪，我从来就没见过那个章。这个章，应该在他们那儿吧？你胡说！上厕所，这么多事儿。李小姐，你说你没有见过这个章，可你们这个报表里怎么到处都是这个章啊？你可真会夸张，还到处都是这个章，一共才四张报表吧，而且时间范围没有超过一个星期。而且这四张报表都是你们送上来的。而且会计还说你们特别勤快，在合同没有报上来之前先把我们的章盖好了。真会开玩笑。你可别说开不开玩笑，你们公司原来所有的合同盖的都是原来的章，唯有这张对你们有利的假合同盖的是假章。那你说这章是谁刻的？这章到底应该在谁手里？
说什么呢你？啊，没。据我们调查，这个假账是一个叫二条的人刻的。周小姐，二条你应该认识吧？什么认识？别上他的当。有的人以为二条死了就死无对证了，二条还有个助手，那这假章的事儿不就可以破了吗？对啊，所以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给刻章的人一个自首的机会。看什么看？干交代。我看你一刻章呢，刚才屋里那个人在我这儿刻过一个章。什么章？就是住上这个房地产公司的章。杨队长，请您出来一下。今天呢，咱们就先谈到这儿，啊，乐乐，来，小辉，你留一下，啊，小队，我是不是也应该留一下啊？有事儿啊，我会找你的。姐，再见啊，不送了，不客气。小队啊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坚持一下三公原则呀？没问题，这次留他，下次留你。好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小辉，干嘛呢？哎，没有，发信息了。来，我听说你对篆刻什么的还挺感兴趣。篆刻。啊，略知一二。不过你要想要那种刻料的那种石头，我们老家倒有。你有这方面熟人？认识一两个啊。哎，我还听说你收藏了不少印章。嗯，连公安部、国务院的你都有。对。谁说的？那玩意儿没有，那玩意儿只有国务院有。不是谁害我呢？啊？不是我。嗯，是他。我跟你说，你先走吧，我得等他一块儿走。我也等一会儿吧，万一有什么事儿呢？你要公安部的章干什么用？我没用。没用你刻？我没刻。没刻你问？我看他敢不敢刻。他要是敢，你不就刻了吗？印章的事儿真的没什么背景了吧？哎，我就怕你一时糊涂刻个假的。怎么会呢？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你应该把所有的都跟我说，错的都不怕，我好调整策略。你就放心吧，我知道的。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好，走好啊。好，回去吧。
耀辉，咱俩也算熟人了吧？太熟了。如果今天晚上你要是说不清楚的话，我只能是公事公办了。那今晚我要说清楚，你晚上得请客啊。今天晚上你就想出去？嘿，你看我这嘴这欠着呢。哎呀，我都让你请客了，你肯定得找事关我，就是没事你把我关一夜。好了，咱俩甭这儿贫了，你还是把这事说清楚吧。都不用我说，你把那章拿过来，你一盖一看你就明白了。你把他给叫来。这张小辉怎么还不出来？哎，你给他打个电话吧。能接吧？不该说的就别说。哎，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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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这信号不好。喂，喂，喂，张辉，哎哎哎，什么时候走啊？啊，他们问我什么时候能走，就说你今天晚上回不去了。拘留了？不是什么就拘留了？你还没问清楚你就拘留了？哎，他说什么？怎么说拘留了？不会吧？就是没有弄清楚才拘留你的。凭什么呀？这个你比我清楚。这小区至少好几亿，如果你刻假章参与诈骗，这可是重犯。我这么着对你，够客气了吧？姐姐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我想后天就飞去上海。一会儿就去订票。真的？哎，要不我去接你吧。不用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最近还好了，就是接了一个经济案件。哎，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？谁呀？吴景国。哦，是他。他结婚了吗？他还没有。不过我跟他接触了几次，他说是你甩的他呀。这就是张耀辉让刻那个章。哎，没错没错没错，这就是我让刻的章。哎，你在这盖，你一盖上你就清。哎，不，你等会儿我给你垫上点，这样就清。来，你看，瞧见了吗？瞧见了吗？这小红点，这上面的小红疙瘩，是我故意让它留那上面的。我就是为了故意刻一假章。照你这么说，应该还有个假印章。肯定的呀，你把那刻假章的叫来，你问问。我是什么时候才刻的这张？我是去刻章的，还是去找二条去了？一问就清楚。那你把他叫来。你问了吗？说就是上星期刻的。清楚了吧？上星期我才刻的，那张什么时候盖的？那上面不可能是我的章，冤枉人吧？明白了吧？啊？这个假章到底会在谁手里边呢？到底在谁手里那是你们的事，你们查去。哎，小伙子，把所有值班的人都叫来，没吃饭的都叫过来，还有那老头老大爷也叫过来，他请客，叫外卖，都叫点菜。嘿，你小子，你宰我呀？宰你？你差点把我毙了，我还不宰你？你瞧我吓的，你瞧你脑门子汗。快快快，出去吃饭去，走吧。无所谓，无所谓。我不在乎专打那些鸡毛蒜皮的小官司，是有味儿没有味儿，更不管有钱没钱，有车没车，有房没房，我就是爱帮忙。我就见不得那些大爷大妈，街坊四邻遇到了难事哭天，我来找什么来？我怎能该帮的不帮，该管的不管，人心往外推，我是更见不得。
坏人横行，逍遥法外，花言巧语，还要把人拉下水。我脱上几层皮，我撕上几回，我握着那铁证是法王恢恢，管教他插翅难飞。无所谓我是谁。那这么说吧，你说本来定好今天晚上去上海的，我姐打电话来了，说今天不去了。改在哪天了？现在改在哪天还没定呢，我到时候再通知她吧。啊，谢谢，嗯。